陈先生啊，我是中山分局长，今天是中华民国112年8月19日，依据刑事犯罪条例第三条、第二项、第四条，以民事案子，我是言语不一致啊，来按事来办案，不是成员，现在你们的行为啊，是违反刑事犯罪条例第三条、第二项、第四项，相关规定，我现在第一次来进行解散，我现在马上离开。好，你看到所有衣服哦。《组织犯罪条例》第三条、第二项及第四条，以民事或暗示，文字、言语或文字来暗示为帮派组织成员，现在你们的行为有违反《组织犯罪条例》第三条、第二项及第四项，等相关规定。我现在第一次举牌命令解散，我现在马上离开。杀！杀藤条，杀藤条，让藤条跟藤条。条例第三条、第二项及第四条，以明示或暗示，文字、言语或文字来暗示为帮派组织成员，现在你们的行为有违反《组织犯罪条例》第三条、第二项及第四项，等相关规定，我现在第一次举牌命令解散，现在马上离开。杀藤条，杀藤条，让藤条跟藤条。